卡刷语新闻，今天的精选新闻有：刷总理前往拿督斯里南希苏克利的斯里赫杰；刷乐业将于2028年向日本和韩国出口24万吨的氢气；刷乐业严守康利出席大马同军总会刷分会的开斋节活动；保护和照顾员工福利；刷乐业承诺成为2024年第21届刷乐业马运会的最佳东道主。大家晚上好 ，Salam Sarap Maju Makbu， 欢迎收看5月5号星期日的乌卡刷语新闻，我是嘉欣，马上带你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刷列总理纳杜巴丁与丹斯里阿邦佐哈里博士今天前往妇女、家庭和社会发展部长纳杜斯里南希苏克利的斯迪，继续展开开斋节的贺节行程。纳杜巴丁与丹斯里阿邦佐哈里博士和夫人潘斯里纳杜阿玛祖玛阿尼在早上10:22抵达现场，并获得纳杜斯里南希与家人的热烈欢迎。同时出席贺节的嘉宾还包括沙公用事业及通讯部副部长纳杜阿杜拉曼朱乃迪医生与夫人纳丁斯里索加亚，以及沙能源及环境可持续部副部长纳杜哈兹兰医生与夫人纳丁达样哈利玛。现场大约有100名受邀嘉宾出席这项活动，场面十分热闹。一旦沙列成为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主要生产区域，沙列将可以在2028年向日本和韩国出口24万吨的氢气。沙列总理纳杜巴丁与丹斯里阿邦佐哈里博士表示，随着氢能源的间接出现，沙拉越也将会成为氢能发电的主要参与者，并通过销售税增加沙拉越的国内生产总值。2028 kita akan mengekspor 240,000 ton hidrogen ke Jepun dan Korea.Dan kita adalah yang utama yang dapat mengeluarkan hidrogen untuk power generation. Dan 7 tan akan kita simpan untuk kegunaan Sarawak. Bermana saudara-saudara sekalian punya ekspor, tax lah, sales tax. Bernama tambahan pendapatan kepada negeri Sarawak.沙总理昨天晚上在沙列土族企业家商会举办的开斋节活动上致辞时表示的。纳杜巴丁与丹斯里阿邦佐哈里博士也补充，政府已经投入大量的精力在大型项目中提供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以让沙列企业家从中受惠。Jadi saya syorkan kita menggalakkan anak kita, ahli kita untukMenguasai teknologi. There is no other way. We have to have command on technology. Sama teknologi digital maupun teknologi yang menambah nilai kepada resource kita. Sebab itu saya bersetuju untuk pada permulaannya kita supply all this machine so thatAhli di UBS berjinak-jinak dengan jentera. Teknologi jentera. Saya telah meriperuntukkan untuk jentera ini yang bernilai 6.5 juta kepada UBS. Untuk ahli UBS mengenal pasti jenteranya, bagaimana menguruskan jenteranya,dan seterusnya melaksanakan projek yang ada kaitan dengan seperti oleh presiden kita tadi pembinaan。纳杜巴丁与丹斯里阿邦佐哈里博士说，沙土族企业家商会成员需要通过大马建筑工业发展局加以培训，以了解如何操作机械，以便可以自己实施建筑项目，而无需指定分包商。沙总理也表示，过多的分包商介入也是导致部分项目成为伤病工程的因素之一。同时出席活动的嘉宾包括沙列总理夫人潘斯里纳杜阿玛祖玛阿尼、沙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纳杜里宾拉玛博士、沙列国际贸易工业和投资部顾问纳杜斯里穆哈默纳鲁丁。
沙利商业联合会主席纳杜斯里阿邦阿杜卡林，沙土族企业家商会主席纳杜阿邦赫尔米，沙土族企业家商会副主席兼活动筹委会主席纳杜阿杜卡迪尔及其他嘉宾等等。大约200名嘉宾参加马来西亚童军总会沙利峰会在智慧交流中心举办的开斋节活动，场面十分热闹。沙利元首敦比显斯里旺朱乃迪博士及沙利元首后杜潘福兹亚也受邀出席。沙童军理事会副主席纳杜沙菲里阿迪拉致辞时表示，沙利童军理事会是一个气氛融洽的童军大家庭。他说，无论种族和宗教都体现了我们所有人的亲密和团结，因此我们必须维持这点，以便我们能够将和平与繁荣的沙利传递给我们的子孙。另外，他也对各级童军领导人继续发扬爱沙爱国的精神给予厚望。他指出，大家不需要有很高的地位才能成为维持沙利种族和谐的堡垒之贡献者。同时，出席活动的嘉宾包括国家童军总监纳杜穆罕默金医生。保护和照顾员工福利是重要的事项，以便能与国家经济增长相一致。沙利议长丹斯里纳杜阿玛穆罕默阿斯菲亚表示，保护和照顾员工的福祉应当成为优先考虑的事项，而这需要通过制定适当的规定和实现全面的社会稳定，以保护每个个体和家庭的利益。So you have rules, regulation, to make sure the workers are protected. There is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 means protection for himself, for his widow, for his household and so forth. But we must look after the economy of the country first. You do well, you perform well, you name it. We can raise the income of the workers. We can squeeze this profit-hungry capitalist. That is how we move. 他是星期五在主持涉险机构与沙议员咨询会议上致辞时表示的。另外，丹斯里纳杜阿玛穆哈莫阿斯菲亚也补充，政府致力于维护人民的福祉，同时确保经济可持续的增加，为的就是使沙利成为马来西亚的领先者和顶级区域。同时，他也对全体议员为保障人民福祉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这是每一位人民代议士需要履行的主要责任。根据了解，沙利涉险机构通过举行咨询会议，以继续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社会安全网的举措。另一方面，首次举行的咨询会议一共获得28名议员参与，这也起到了人民代议士时刻考虑民生问题并加以解决的作用。So, I'm glad all o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e welfare of our people, because that is our job. And to make sure our country is successful, our budget become the best in the nation, and we become the number one region in Malaysia.沙利青年体育和企业家发展部长兼第21届马运会主席纳杜斯里阿杜卡林强调，沙利政府作为东道主将会致力确保2024年第21届马运会顺利圆满的进行。他表示，沙利政府将一直监督，以确保马运会在进行期间一切都处于良好的状态。Kami sebagai penganjur dapat menjalankan penganjuran ini dengan baik teratur diimpuk. Kita berharap tidak ada kecacatan berhubungan even up to the level of internet connectivity. Kita pastikan agensi yang menjaga internet di Sarawak sedang melihat testing semua tempat-tempat supaya perhubungan di antara digit dengan pasukan-pasukan team managers di semua lokasi mudah. Walaupun pada masa ini kita tahu dia baik, tapi kita tak mahu ada terganggu perhubungannya.
此前2024年沙略第21届马运会及大马残疾运动会的代表团也前往拜访雪兰莪州的青年体育及企业家事务行政议员，也就是穆哈默纳兹万。根据了解，沙列第21届马运会及大马残疾运动会代表团从4月22号开始以来陆续展开拜访行程，其中包括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在内的12个州属中展开拜访行程。在新闻结束前，一起来观看沙列元首敦比显斯里旺朱奈迪博士和沙列元首后杜潘福兹亚出席马来西亚童军总会沙列分会开斋节活动的现场热闹画面。以上是今天的乌卡刷语新闻，我是嘉欣，我们再会。预知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浏览乌卡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同时也时刻关注乌卡的官方网站 ukas.sarawak.gov.my 和订阅乌卡 YouTube 以获取更详尽的新闻。